啊，在去年的三分球的一个对球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。针对性防守之后，哦，这个转移球非常的漂亮，可是，在传的太深的位置上，穆伦斯干脆不回防了。穆伦斯现在才爬起来，前场无打是KJ。 阿敏跟凯燕确实是两个人都对穆伦斯的不回防啊有点不满意，这个动作。穆伦斯看起来又出现了一些情绪，那前一场面对梦想家的比赛呢，也是因为他的情绪呢让战局有所翻转。哇，阿敏现在跟他做争执哦。哇，在穆伦斯身上情绪真的是崩掉了。哇哇。 感觉是直接走人了，哦，攻火力啊，对，啊，在去年的三分球的一个对球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，哦，不过今天有看到许晋哲教练的调度，比较没有像过去那段，像穆伦斯要理论的时候，我们先看看前面穆伦斯的失球，是。 感觉上犯规的动作没有那么明显，对。那阿敏跟凯燕确实。